嘉义县有真侪发展乐团的偏乡学校，拢有吸引旧乐器出去比赛的经验。郭元益文教基金会支持艺术涵养的教育，注入达邦国小、中和国小、甲新平国中，总共40万的发展经费。国乐团曾经摕下南区第二名的新平国中校长郑进如也期待，太晚乐器了后，学生的表现将会更上一层楼。经营国乐团的乐器经费榜单。偏向学校拢靠着社会和企业赞助，通常拢是使用到不堪使用才淘汰。学生也因此非常珍惜着使用的机会。其中，德佳新平国中学生在困难的条件之下，将粪扫桶当作是打击乐器，搬上比赛舞台，今年竟摕下全国南区音乐比赛第二名。不过，发展到正统国家乐器影响品质无好，将影响到练习的成效。郭元益教育基金会知影消息，和嘉义县教育处联系，用中秋月饼预备的钱来挹注着乐团的发展，让学生和都会区有同款竞争的机会，是总共捐赠三校，总共40万的经费。这些小朋友们能够有一方他们自己本身，然后每个学校有他的一个特色，然后又希望能够有一些经费进来做协助，所以企业希望尽这样子的一点力，然后能够抛砖引玉，让更多的人看见。有一些小朋友还是需要很多的协助，尤其是在县政府的资源有限的时候，那有郭元益文教基金会这样子一个抛砖引玉的动作，给我们山区或者是偏乡的小孩子一个蛮好的机会，也有机会可以登上更正式的舞台。中和校长陈志光和谢静茹都表示，国乐团这年来不但赢得偏乡弱势单亲和隔代教养的囡仔找到自信，更连接校内师生的情谊，也是校友和学校传承交流。这笔经费将来淘汰掉老旧的乐器，期盼学生在感恩当中有更好的表现。新闻看姚宏的家乡采访报道。